自认为各种唱法呢我也比较精通，第一次是碰到这样的选手，一下把我给唱懵了。唱到最后就是直到你不会唱你自己的歌就达到目的了。啊，我出了一个研究生的身份，我还是一个诗人。我们都是从自卑到自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凭借你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的勇气。所以即使身体有残缺，但要做精神上的强者。对，挑战无处不在，为梦越战越勇。这期的挑战又要开始了，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的五位评委，让我们掌声欢迎评委江涛、施鹏、祖海、霍勇、方琼，欢迎我们五位评委老师。另外，今晚我们的六组选手此刻正在台下准备，他们当中谁有机会站上舞台实现梦想，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我宣布，越战越勇，为梦唱响，挑战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号选手的关键词，请看大屏幕。嗯，没有关键词。没有关键词，这个选手没有任何特点。那江涛老师，像这种尴尬的局面呢，我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也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关键词，那说不定这个人姓关呢。也许这个人他就叫关键词。确实很尴尬，主持这个节目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很直白地告诉没有关键词，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信息呢？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有请第一位没有关键词的选手闪亮登场。你好，关键词你好。评委好，评委好，大家好，我叫季俊杰，今年24岁，来自于四川成都。那你也不姓关呢？对，我不姓关。你这太懒了啊，参加我们节目就抽不出这么点空吗？就不能自己分析一下自己的特点写出来，好让我们江涛老师分析分析，要不然今天江老师来干嘛来了？是这样的，帆哥，我告诉你，因为我真的算是所有选手里面没有特色的一个选手，所以我觉得与其硬加一个很厉害的标签，那倒不如实事求是。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啊，我觉得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一定有自己的特点，只是你没有发现。那这样，接下来你就好好的介绍介绍你自己，或者多展示一点，让我们江涛老师给你把把脉。有什么才艺吗？我的才艺就是唱歌，换着花样的唱歌。哎呦，那看来会的还挺多呢，对吧？那给评委老师们一一展示一下，好不好？好嘞，嗯，先唱一个前段时间在一个短视频上比较火的一种唱法。好，来。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我看见年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笑容。哎，再唱就破了。是这样啊，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呢，我自认为呢也学习过音乐，各种唱法呢我也比较精通，第一次是碰到这样的选手，一下把我给唱懵了。我请教一下江涛老师，他懂得多呀。江老师，这种掉羊圈的唱法是什么唱法？真假声有点像那个约点唱法，对吧？我唱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唱法，就自己在那里瞎唱，然后唱出来。我想问你一下，刚才跟那个施鹏老师说，你那个咬字是故意这样咬字的吗？嗯，有几个字啊？就这样唱的时候，如果用这种咬字的话，会比较自然。对对对，明白了。这是第一次展示，还有什么吗？还会那个帆哥的歌《为梦唱响》。那你这应该放在前面唱。好。今天的我与众不同，又掉羊圈了。戴上了坚强的笑容。拿起手中的麦克风，这一次请你做我的观众。不是，怎么让你唱完之后，我觉得我这个歌有抄袭夏天的风的感觉呢？我怎么感觉调那么像了呢？
行，反正这都属于这个偏陕北风的那种感觉哈。哦，对，还会别的唱法吗？还会类似于美声。哎，但是也是自己就是瞎。美声好，好，这个霍勇老师好好听一下，可以给指点啊。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你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地吹过。嗯，有意思，就有个性，有特点。你那个美声啊，美声就不好模仿。我特别想听霍勇老师，您唱个正宗的。我不太会这个嘛，我就唱一个其他的。好嘞。这样流行的或者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放下来的嘻嘻，这一半儿一半儿鸡皮疙瘩起来了，我这一半儿。哎，你知道吗？刚才霍勇老师唱歌那气场，我觉得我的椅子好像都在跟着他的这个音调在震，都有共鸣那种感觉似的。没错，你说你就自己分析一下你们这个生理结构，那是多大的低音炮？嗯，你想想，你这小音箱怎么能出那样的共鸣呢？啊，对。这个我能感觉他就是音乐爱好者嘛。对，你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那肯定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这个把握每种唱法的这个特点，他这个抓特色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因为我是一个工科生嘛，然后我们会画一些电路图，然后电路图会有一些上面下来上来下来，有的时候画着画着觉得很无聊很无趣的时候，自己就想唱歌，就跟着这个走向去唱。你那个心电图有吗？给我们来一小段好吧。一共有五种图形，它是代表五种，处理的方式。处理，就是音调，音调。啊、哦，你比如说呢？比如说第一个平的，就是我们正常的，比如说我唱一个，流行的歌曲叫。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一的意思就代表是正常唱，对吧？正常。好，二呢？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旋律都改了，对，它就是高低。然后这个是不懂爱恨跌宕，也没那么夸张。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会。顶到天上，然后又掉下来，又顶到天上。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在短时间内，就是波动的比较小。看懂了，看懂了。来来来，咱们实践操作一下，好吧？这个各位老师想想，你们的歌一会儿换成这样的心电图，还会不会唱了？好吧，江涛老师，是叫他从头唱啊，从头唱，好好。呀，你想改这个？往啊，那就是头上天外，你想得美。好好好。听起来是奇闻，讲起来是笑谈，将金边平那边担，把鸡背压弯，人平那叫板，把木鸡磨穿。面对着万物与太好，凭他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那奇闻。太棒了，你先别太棒了，你问问人家这个俊杰，他们这样分析你的这个图，这样唱对吗？我只想说老师辛苦了，老师真的辛苦了。那个祖海老师把头抬起来，那个特别想听海姐唱唱《好运来》。对，其实自己的歌不好唱，因为我们有那个概念，你知道吗？所以你看你需要改变嘛，对吧？怎么唱来着？我突然忘了。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愿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你勤劳生活美，你健康春常在，你一生的忙碌为了修竹眼开。没有办法，我只能完成这样。不是，我想问一下俊杰。是这样唱吗？是要出来这种效果吗？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对，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我们唱歌的那种方式。哦，就是自己给自己做变音是吗？对，就自己，因为我们很多歌曲都是自己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我们就需要它丰富一下它的感觉。对，俊杰这个其实给那个五线谱记谱是一回事儿，
五线谱也是靠高低，但是我就不明白你这个能唱准吗？如果不是高八度低八度的话，那就不准，这歌就变了。你这个不能按常规的角度去想，就是这个意思。他要的就是你唱不准，对，他要的他的开心就是在开心唱里边。对，他这其实属于一种唱歌游戏，对，游戏，唱歌游戏，他不是让你唱准，这就是代沟。唱到最后就是，直到你不会唱你自己的歌，就达到目的了。啊，世界上啊，就怕认真二字，做游戏就怕认真的评委。太认真了，我们。最后还得拜托一下江涛老师。因为我们的选手登台他没有关键词，在他演唱之前您能不能赋予他一个符合他个性特点的一个关键词，再让他开始唱。我觉得俊杰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模仿能力其实还是蛮强的，胆儿还挺大、哦、所以呢创新音乐人、啊、心电图音乐人好，从今以后你就叫心电图音乐人。喜欢这个名字吗？说喜欢。喜欢。好，请开始你的演唱。谢谢姬俊杰的演唱。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俊杰都会面对什么样的对手。致富的关键词，深藏不露的关键词，失意的关键词，平淡的关键词，还有命运的关键词，啊、哦，都是关键词。映入眼帘就第一个致富的关键词，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是我们要考虑现实的问题，所以想取取经，对，看看怎么自己唱歌能够先养活自己，对吧？怎么致富？对，我们来看一下提示，有什么信息？电子肺活量这个机器哈、啊，测试的肺活量应该是4226。哇，这我不太懂啊。老师，这4226这算是电子肺活量？没用过这个东西，是不是拖的时间长啊？还是吹气？还是对吹的？还是它有一个计量是吧？可能是啊。那致富的关键词又出现了一个肺活量的一个数值，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那我们就通过这位选手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也祝你好运，好吗？好，请坐。掌声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闪亮登场。哎呦，你好，你好，大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叫葛润卓母，今年23岁了，我来自四川省甘孜州稻城亚丁贡沙村赤土乡。欢迎。你刚才说你来自稻城亚丁，是我们这个在网上都特别火的那个旅游打卡地吗？是的，是的，我们那边的话呢，不仅是景色漂亮，而且呢，那边也有大草原啊，或者还有那个，就是你可以去牧场上挤牦牛奶啊。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说什么时候去比较好，但是我只查到了现在去特别冷。不是，也有雪景的。哦，也有雪景。啊，一年四季的那个季节性都不同嘛。除了美景还有什么呢？还可以挖虫草啊，挖松茸这些。虫草和松茸，哦，那可是太好了。虫草，这个虫草呢，我们知道是那个非常珍贵的，这叫什么中草药，补品，对吧？松茸也好吃，还有营养。我就知道它很名贵。嗯，这什么时候去采这个虫草是最好的季节呢？虫草季节的话是在5月底到6月底，然后松茸就一个月的时间是吗？就一个月的时间，松茸的话，它是7月底到8月底左右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虫草的季节性跟的松茸的季节性比较强，只要是我们能派得上用场的，家里面反正能爬得动山的话呢，都要上山去挖虫草去了。而且挖这个虫草的话，它比较艰苦，就算你到了那个山上之后呢，就是。不管刮风也好，或者下雨也好，下雪也好，每个人都要爬在那个地上面，我就趴在地上，趴在地上面，仔仔细细的找去。好，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工具啊，就是仪器啊，就是可以代替我们人工来找虫草，对吗？没有的，纯手工。而且找这个真的很艰苦。比方就是我老公他是云南那边的，跟我在一起已经6年了，但是每年虫草季节他都要上山。最可笑的是，他到现在为止一根虫草都没挖到。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他近视吗？不是，第一的话他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他那个虫草长在哪里，而且呢，挖这虫草的话，你必须要有一点技术，而且眼睛要好。这个是每天要挖多长时间呢？早上的话，我们是在6点半左右的时候上去山上，因为不去早的话呢，他那个我们住的离那个虫草山的话要走1个小时的路。啊，那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不是老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要背着所有的东西。然后比方吃的，或者是穿的，还有一些家里面比较值钱的东西，肯定不能拉在家里面嘛，因为要出去山上，还要把我家的猪啊、牛啊这些全部都要带上山的。什么意思？猪牛也能找虫草吗？不是，他猪就不能找虫草嘛？如果放在下面家里面的话呢，就是大房子的家里面的话呢，他就没人照顾。我大概听懂了，就是你们为了节约效率、节约时间，就每年的这个挖虫草的季节，你们就要住在那个虫草山的山脚下，等于在山下临时安置一个小家，对吗？是的，是的，在了。一家老小都要去吗？一家老小都要去的。比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我在6岁的时候，我跟我父亲一起上山去挖这个虫草。6岁就开始挖呀？是啊，所以我有经验嘛，找得到。然后我爸当时还跟我说，我可以在背上面就能看得到虫草。背上面是你？不是，我爸背着我。你可以在爸爸的后背上就能看见地上的虫草。是啊，因为他虫草，因为差不多那个季节性要过的时候，他虫草露得比较长嘛，差不多就这么大。听说今天你带来一段这个挖虫草的视频，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好不好？是啊，我想让大家看一下。来，请看大屏幕。这一节哪里啊？就这，我给你画个圈呢，在这中间。我的天呀，这怎么找？他们都说太小了，都说我眼睛好。看得到吗？看不到啊。这是不是很小啊？这是虫草啊。我眼睛好不好？可以可以。就这个，你看了，就这个。这边呢，有一个松茸啊，
也是埋在土里面的呢，但是看得到一小个呢，从这儿看，嘿嘿，它露出来了。然后呢，底下好多松茸是埋在土下面的啊。哇，这个好，这个棍子有点不行。那这就是一等级的了，那。真正这种极品的松茸很贵的，嗯，在我们那儿的话不贵的，不贵吗？真的不贵，一公斤松茸的话，新鲜的一公斤松茸啊，特级的也就是500多吧。哦，这个我还真没有概念什么价钱，但是今天刚才就是视频，挖虫草我还是第一次看。哦，而且特别不好找吧？我看那土地就跟这虫草好像又自带保护色似的，你根本如果就像刚才卓母说的，你没有经验，你可能趴在地下赶上看一天，你都不知道哪个是虫草。是的，等以后你们来了我家也去挖虫草，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它很不容易找的。有外地游客去尝试过吗？有啊，嗯。就是之前有几个游客，有4-5个，我跟他们说，你们去不了的，别去了，别去了。他们说我们行的，体力多好，我们爬了什么山，爬了什么山。然后到了上班腰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倒在那儿了，高反的。然后还我爸就那个送了那个氧气瓶上去的。哎，但是你这个，你刚才说了，虫草就是每年的5月底到6月底，在这个阶段，你上一次山，你能挖到多少虫草呢？以我有这么有经验的人的话呢，100多根是没有问题的，1个多月。那就是很厉害的了，是吧？已经算厉害了，因为它不好挖嘛，1个月能挖到100多根，已经是顶天立地了。哇！我也想问，我说这个挖虫草啊，也是咱们藏族朋友一个致富的非常好的方法，就大家都去挖那虫草，会不会给挖没了呢？不会的。嗯，只要你把它保护好的话，它都会长的。你挖完虫草，你必须把土盖起来。如果你不盖土的话，它以后就不会长了。哦。这样就保证明年它还会再长，不破坏它的这个生态的一个环境，是吧？嗯嗯嗯。哦。其实我们这个买过虫草或者买过松茸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买，价格是很贵的。但是刚才卓母又讲，其实在他们家乡，那个价钱是很便宜的。所以过去就是单纯从你们来讲，就是上山挖虫草，其实并不能赚太多的钱，对吗？以前的话呢，我们只能卖给我们当地的一些小老板，价格这些的话呢，人家说多少，你只能卖给他去。嗯哼。但是现在好像又不一样了。现在不一样了。得从哪年开始讲起呢？是从2017年开始讲起，就是有一次我接触到了那个短视频，然后我就去跟我父亲挖那个虫草，我觉得哎这个挺不错的，把视频拍下来发去网上，因为外面的人只知道虫草，而不知道虫草是怎么挖出来的，所以我就叫我父亲拍了一个视频。当时我爬了1个小时的山路，到山顶上有信号的地方，把这个视频传出去。第二天我上山之后呢，不可思议的就是我视频上了热门了。哇！当时多少点赞？50多万个。哇，那很厉害啊！然后下面私信啊评论都是找我买虫草的，当时我就高兴的立马就虫草都没挖就跑下去那个县城把货发了，当时我就赚了2000多块钱。所以后面会有很多人专门跟你联络，想让你给提供最好的虫草给他们，对不对？是啊，有一个顾客就私信跟我说，卓玛，我要来你家买虫草，给我留2000根虫草。当时的话呢，这种生意我从来没做过，我也不相信。然后我说好的好的，我就给他随便发了一个定位过去了。然后过了1个月之后，他就跟我说，卓玛，我到你家门口了，来接我。当时我就出去接去了，我太高兴了，他真的拿了2000多根虫草，我家只有300多根虫草，但是呢卖完我家的时候，我就通知周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这些叫他们把虫草也拿过来，然后把全家的那个就是全部人的都卖出去了，大家也高兴。之前我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人家都一直反对我，我家人啊，或者我亲戚朋友这些，之后就跟我说：“卓玛，好好做啊，好好做。”所以，卓母这一条视频，不仅是让自己致富，是带领着整个全村的朋友们一起致富，对吧？其实，也算吧。
因为怎么说呢，我现在在村子里面就是进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的话呢，是松茸的合作社，就是，松茸季节的话呢，比方就是孕妇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放假了的学生，或者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都可以来我的合作社里面上班，就是帮忙打包啊，切片松茸干啊这些。他们就算上不了山，挖不了这个松茸，也可以在我这边有一份收入。那现在这个乡亲们的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啊？现在的销售额理不理想啊？太理想了，这2019年的时候，我卖到了400多万。哇，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不仅是啄木啊，自己发现了这个，其实网络给这个家乡带来了商机，最重要是带领着乡亲们，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年纪、身体状况。一个情况，他都可以在整个这个产业链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所以你也成为了当地的小名人，好多这个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你的事迹。是啊，我办了这个合作社之后呢，也有了点成就感嘛。然后，就是美国时代周刊啊，我还参加了那个，幸福乡村带头人啊这些，还去清华那边上学去。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去清华，因为我是听清了吗？清华大学。哦哟，清华大学漂不漂亮？漂亮，我还在门口多照了几张相，发到那个上面去了。真好啊！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卓母啊特别可爱，这么年轻的一个姑娘，能够顺应时代，利用互联网的这种方式，然后带着自己的乡亲致富，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才是时下年轻人应该做的。我相信，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带动，能够让乡亲们的生活得到转变。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用翻天覆地的那个变化，可能都不过分。而且我们都知道，那都是季节性非常强的，可能很多的家这个乡亲们就靠着这一两个月大家辛苦的付出来挣出一年家里所有的这个生活费。所以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件事做得这么好，而且带动你说的孕妇啊、老人啊，就是留在家里的这些妇女，能够带领他们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且能够创造效益，带来这个价值，创造价值，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而且我们也期待在你的带领下，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当然，我也更期待什么时候你能带着我一块儿去挖一回虫草，也让我感受感受。我们也好好学习学习，开开眼界。没事，老师，就是2021年的时候，我的民宿就要开业了。而我，你还有民宿呢呀？我现在在盖着嘛，然后我想把周边的村民，大家一起去做这个民宿。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就算不挖虫草了、松茸了，也有一份收入啊！哇，真好！我跟你讲，这个卓母真的，别看她岁数小，很有商业头脑。对，她很有想法，而且也敢想敢做，真好。再次感谢你分享你的故事。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歌呢？我带的是一首《家乡》。好，来欢迎卓母。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玛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起波。雄鹰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了段动人的歌。
谢谢歌容琢磨的演唱，接下来就进入到对决时刻，再次请回我们的擂主，有请俊杰，来吧。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们的挑战区，请放上话筒。开始今晚我们的第一轮投票，让我们首先有请评委江涛。俊杰，这首歌的演唱几乎达到了完美，真假声的转换，而且在最后的一个，它可以转很多音，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加很多 R&B 的转音，但是它不滥用，它只是在最后画龙点睛，那么一句特别入心。那么卓母在这里呢，我非常遗憾的从音乐部分投卓母的反对票。二位唱的都很好，那么很抱歉俊杰，我觉得卓母的声音给我带来的感受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更能打动我的啊，我把反对票投给你俊杰，继续努力。卓母，在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演唱当中，我可能更偏好喜爱这个俊杰的歌曲，那今天这个票我要投给你，但是我一定会去买你的虫草的，祝福你。在整体的感觉上，因为卓母的歌曲的分量和这个俊杰的相比较的话，我觉得俊杰那个要稍稍要胜一筹，不好意思，就反对票投给卓母。结果出来了，在这里祝贺季俊杰挑战成功，祝愿这个卓母还有家乡越来越好，好吗？谢谢，祝贺俊杰。接下来我们再来选下一组对手，我想选失忆的关键词。为什么呢？我听到这个失忆，我就感觉好像应该会有一点浪漫，因为我刚刚那首歌曲其实是一首很动人很浪漫的一首歌曲，我就想看一下到底有多浪漫。我倒希望你挑战一下这个平淡的关键词。为什么呢？因为你唱歌是起伏很大，你是不平淡，挑战挑战平淡。那是个陷阱，那是个陷阱，平淡并不平淡。就是啊，没事，我们都是建议，决定权在你手中。不是可以翻过来吗？还是看他的？他听懂我们的规则是吗？好，来看一下失忆的关键词后面有什么跟进信息。我有原创100首。我的天，厉害了！你有原创歌曲吗？我有。你写的原创歌曲有多少首？小几首。就是没有到100首是吧？没有没有。哇，那这个厉害了。那你还选吗？就选这个。就选这个。对，就选这个。好，咱们听听也好啊，对不对？看他写的好还是你写的好。好，祝你好运，来请坐。这里是越战越勇，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闪亮登场。哦，你好。你好你好，握个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巴达里瓦阿纳斯塔西亚，来自俄罗斯，今年25岁，目前是在浙江理工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你好，巴达列瓦阿纳斯塔西亚。啊，说得很不错。啊，这个名人实在是有点太难记了。中文名有吗？有有有有，我的中文名就是唐西兰。哦，好听。哪几个字呢？唐是唐代的意思，唐朝的唐。然后西是晨曦，就是凌晨的意思，晨曦。兰是兰花的意思。就梅兰竹菊，春夏秋冬，东南西北，中发白的那个兰，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打汤春熙种的一朵兰花。这名字是自己起的吗？不是，其实我这个名字，我来到中国之后，第二年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取的名字。哦呦，这么说来你是在中国上的大学？对，我在浙江理工大学读过汉语言文学专业，然后现在读艺术学专业。我的天，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那不好学呀。非常不好。你为什么有那么多好学的专业，比如学学唱歌啊？不，这得罪人哈。其
是因为我从小时候跟着我爸特别喜欢看一些李小龙的电影、嗯、然后我们家里也藏了一些关于老子、庄子、孟子的一些书籍、哦、所以其实我对中国的一些文化的理解是有一定了解的。对，我高中毕业之后来到中国，在长春待了一年的时间、嗯、就是那边学了汉语，然后就是被浙江理工大学那个中文系被录取的啊。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当时我还因为我的这个中文系专业班里还有其他的外国人，但是真的很惊讶，我到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发现班级都是中国人，我是唯一的外国人。班级多少个同学呢？60个人。就你一个俄罗斯的朋友是吧？对呀、啊，所以我记得我们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真的很尴尬，因为其实我的汉语，感觉有一些自信，觉得还可以。但是我们第一门上课的时候是中国古代文学，没错。而且因为老师看到名单里面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太明显了，然后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经常把你给这个名字叫到，对吧？对。然后我就站起来，所有的同学在看我，盯着我，在等我的回答。我就，老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这别说你俄罗斯的朋友来学这个咱们中国的古汉语，就我们中国的朋友其实学都非常非常吃力，而且要有一定的基础。莫非当时你选的时候以为这个汉语言就是学中文学聊天呢？但是两回事。原来就是文学、嗯、但是你完全听不懂，会不会就陷入一个误区呢？干脆我就逃避了，放弃了。对，我其实我刚刚入大学的时候有几个月，我在一个挑战的一个过程中，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学哪一种方式去学习中文，然后因为我们接触文学作品比较多，就是古诗词，然后大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些现代诗歌，就那个徐志摩、戴望舒，就是我从这个角度去学，就是开始中文诗歌创作。啊，你开始已经对创作对，所以我也是算是一个诗人，就是我出了一个研究生的身份，我还是一个诗人。所以你的特点就是从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开始学习中文，学习古汉语。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讲有什么便利之处呢？我这样一个前提的故事吧，就是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也喜欢用俄语写诗，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诗歌和歌曲它差不多一样，因为其实诗歌也可以唱出来，它有固定的格式，对 对, 对吧？它有个格式，有节奏，对，有个风格，有个不同的主体。所以从这一块来讲，其实对我来说，写诗是一种不仅仅是爱好，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汉语很好的方式。我觉得那我再想一下，刚才那个关键词“原创一百首”会不会指的就是你的诗集啊？对呀、啊。我就是我去年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啊。哇哇！那这样，今天这么厉害，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能不能分享一首诗词，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朗读一首比较简单的诗啊。今天的秋雨，飞来清纯的味，飞来枯叶的香。是我与杭州的缘分，我的缘分在哪一座断桥上，在哪一片湖畔边，在寂寥的雨巷。下雨后，白云如连绵的雪山飘逸在眼前，雨巷中的雨巷摇曳一丝忧愁，片片白云伴的思念。哎呦，还真的不错哈、啊，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最开始你说你这个外国的朋友学写中国的这个散文诗集，我想象啊，就是应该一些简单的单词啊、用语啊拼在一起，还真不是，而且用词还挺讲究的，还挺有意境的。这是属于你的方法，你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汉语言的学习成绩也会突飞猛进呢？是的，其实我的中文水平也进步得很快、啊、其实因为我在创作诗歌之后，我开始接触不同的这个中国文化方面的东西，包括参加一些中国诗歌国际方面的论坛，包括我也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啊，应该是2017年第二季播出啊、哦嗯，当时因为我们外国朋友多吗？我们当时是有5个人。嗯、哦，
这个其实还是讲到一个方法，对不对？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你就会提升很多兴趣。因为刚才我们在聊这一段呢，因为我是懂诗的，所以我们聊的是很投机，但是我发现台下的评委呢有点昏昏欲睡。我想问问西兰，你现在是已经是研三了，对，你未来想做什么呢？其实我打算留在中国发展，就是从这个从事国际文化和教育这方面找一份工作的。哎呀，真好！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它能够吸引很多外国朋友。从最开始你对汉语言文学可能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到现在你能够用3年的时间修完整个大学的科目，然后又出自己的这个诗集，有100多首自己写的诗，我觉得你真的特别厉害。而且我们也希望你能够把中俄文化交流这件事儿做得越来越好，成为一个中俄文化交流的一个文化使者，好吗？继续努力，谢谢，力争上游。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加油。是我的嘴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时间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走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No no no谢谢唐西兰的演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也请回我们的擂主，有请季俊杰。有请评委方琼。这个俊杰，你唱的也挺好的，他们唱的都特别好，但是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我想支持一下西兰，刚才他在舞台上的这种特别放松的这种状态，我真的非常喜欢。不好意思，俊杰。西兰这个唱得非常完整，这个有情节，并且你很自然、活泼、流动，这个是你的好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两个之间选择，我还是选择俊杰。西兰你好，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别找我麻烦》，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完成的非常不错，很完整，包括你的那个加入的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我觉得都很好。稍微提一点点小小的瑕疵的地方，就是某些发音还有一点点听得不是很清楚。那今天这个反对票我要投给你，希望西兰在中国能够生活工作的愉快。我觉得西兰在舞台上给我的感觉，用4个字，温文尔雅。另外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别找我麻烦》，其实它是一首原唱，是一种很轻巧很轻快的唱的。刚才我跟江涛老师在讲，我觉得你是用你的理解，因为你不是一种夸张的去唱，是用你对中文的理解去唱的，这点很难得啊。在这里面呢，我还要支持一下西兰啊，希望你能把我们的中国文化带到你的原籍，带到全世界
谢谢。我觉得真的挺难抉择的，两位我都非常喜欢。那么，我就说一下从单纯音乐方面的对歌曲的驾驭，还有对歌曲的音乐的强弱细节的处理，可能俊杰他的语言可能更方便一些，更丰富一些，所以说我在这儿非常非常的遗憾，啊。 投您的反对票，啊！但是同时祝愿您在中国生活、学习、工作都能够顺利、快乐、幸福。结果出来了，在这里祝贺季俊杰挑战成功。 接下来有请季俊杰继续选择你的对手，我们来看大屏幕。深藏不露的关键词、平淡的关键词，还有命运的关键词。我觉得我用排除法吧，这一次。好的，你想排除谁？深藏不露，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平淡，我觉得跟我一样，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是感觉。 感觉命运应该有点东西，来，我们看一下命运的关键词背后有什么跟进信息。输赢不重要，我只想见杨帆。啊，满足他的这个愿望。跟我来的哈，我也想见见他，应该是一个女生哈。谢谢你，来，请准备，祝你好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四号选手出场。 你好，你好，你好，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杨佳，来自四川雅安，然后我今年24岁，现在的工作是一名记者。哦，原来是我们的记者同行哦。对。做记者多久了？2年。是什么类型的记者？我现在主要就是跑民生这一个板块。 然后就去，就是发现一下，解决一下，对。我为什么问呢？因为做记者很辛苦，对，特别是跑民生新闻更辛苦。嗯，是。因为妹妹刚才走上来，其实包括今天穿的长裙，我觉得至少说明一点，你很自信，你敢把自己真实的情况其实展现给评委和观众。是。但是我也挺想问的，那妹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意外导致的吗？ 是是是，就是在3岁的时候，一个意外，那个时候是一场车祸，因为我们家在马路边嘛，我妈妈去丢垃圾，然后我又小，就跟在她后边，她也没看见我，然后当时就被卷入那个车底了，后面事情就不记得了，因为进了医院，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做完截肢手术了，这都是妈妈后来告诉你的了，对吧？因为三岁应该你不会有什么记忆了。 那时候太小了，有的记忆就是在医院里，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小孩嘛，只能在头上扎针，然后护士姐姐就往头上扎，我说轻点儿轻点儿，好疼啊！就当时就只记得这个画面了，而且我记得当时出院之后没有穿假肢的那段时间，但我因为我性格比较大大咧咧的，所以我就是还单腿蹦跳着，然后去找隔壁家小孩一起玩。 还有，就穿上假肢的时候是5岁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特别开心，因为我拥有了一件别的小朋友没有的玩具，他们都可羡慕我，就特别新奇，嗯。孩子有时候他就是那种无忧无虑、非常天真，所以你并没有把这个假肢当成自己身体的残缺，反而觉得这是老天给你一份礼物。对。所以那个时候周围的人对你都非常的友善，对吗？ 其实上学期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挺难熬的，走在校园里面就有时候也会听见后面有不好听的话嘛，就是哎这个同学他怎么走路一瘸一拐的，甚至有些更难听的，我也听到心里面去了，就有点小小的不开心。回家之后就对着镜子疯狂的练习，就一遍一遍的走，我想着我要和他们走的一模一样，我和他们确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包括在学校嘛，当时。
读三年级就三楼，四年级就四楼，每年都会升一层楼。对于我来说其实挺困难的，因为我爬楼梯特别慢，那有时候上学我就在那个楼梯边上等着，看同学他们都上去了，然后我就爬两间，哎，待会儿同学又来了，我就又站边上假装拎一下书包，拎一下衣服，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爬楼梯，不好看，比较丑，然后我就想刻意隐藏一下。那段时期是自卑的。没错，青春期的到来的时候，对，爱美，其实你会介意别人投来不一样的目光。对，那其实你的这样的变化，其实妈妈看在眼里，她会更心疼，也会更自责，对吗？是，我经常，其实爸爸妈妈他们有时候表情也写脸上的，我也看得见，说他们有那种愧疚心，觉得说小时候是没有把我照顾好，所以才会导致这场意外。那越长大就越懂事儿嘛，我做每一件事情我认真一点，努力一点，他们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这样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会欣慰一点。我记得六七岁嘛，大家都开始学自行车了，我也学，那穿着假，是你自己主动要学的还是爸爸妈妈要你学的？我主动要学，我看着他们骑自行车，我觉得我也要骑，我也会啊，就把那个假肢拖一边，我就单腿骑着自行车，靠着我们家外边那堵墙，就单腿这样滑，半圈半圈的滑，我也不记得滑了多少次，就有一次突然就滑过去了，我就赶紧进屋说，爸爸妈妈你们快出来看，我会骑自行车了。然后他们出来，我就一边笑一边好像又再转过去抹眼泪，就好像一定会的，就好像一边开心又一边很心酸。所以从小你都是这种非常要强的一个性格，对吗？对，确实。那你是什么时候可以其实正视自己身体的？那个时候是2008年的时候地震，然后我们全家都守在那个电视机面前，就是看那个前方到底是什么情况了。那个画面一出来，就一名记者他就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就在塌方的那个地面上为大家报道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我当时看着就好敬佩他们呀，我想我有一天我也要站在那个位置上，我也要为更多的人传递更有用的信息，就这样埋下一个小小的梦想，好像那个目标就很清晰，在那边我要走这条路。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想要接受自己，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来改变。你的梦想有跟家人商量过吗？有告诉过他们吗？刚开始没有，直到后来高中毕业选填志愿嘛，选专业，我就选了新闻专业。我妈妈说，你选这个专业到时候会比别人更辛苦，你到底能不能接受就是这样的压力，你要考虑清楚。我说这么多年什么事情我没有做成功，我不会吗？我可以啊。最后他们另一方面也觉得只要女儿开开心心就好，所以还是接受了。其实刚才我们探讨过嘛，这个做记者是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职业，是很辛苦，可能真是一年到头都回不了家几次啊，常年要奔波在外，特别是对于你来讲可能行动不是特别方便。我记得就第一次出去采访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就是一个大困难要我们爬山啊，我自己还在山下做心理准备，我想着怎么办呀，同事都在说要不你就别去了，你就在车里等着我们，我们去。我想凭什么你能去我不能去啊，我也能去，我也要爬上去。然后我就跟着他们爬爬爬，就是挺高的那个山，然后我记得那个坡度有这么陡，大概60度吧。我这个因为假肢嘛，然后不是那么灵活，但是真正爬到山顶的那一刻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对，太开心了，我看着下面一个个房子在那儿摆着，然后我觉得哎，我爬上来了呀，我可以的呀。自己很辛苦，家人会不会也很揪心很担心你？有，我有时候采访比较轻松的活动，像采摘节，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就说她要跟着去，我说你去干什么呀，我工作，你就别扰乱我了。她说你那个采摘节活动我也去采摘呀，我要去采摘苹果。后来她就跟着去，我发现我在拍别人的时候她在拍我，这是我也看到我妈妈的脸上是为我感到自豪的。所以爸爸妈妈就是你的坚强的后盾，对吗？对，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佳佳还有什么梦想吗？关于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嗯，其实我有想过说，就是其实我想分享一个事情，是最近有做就是视频嘛，然后分享了自己的穿搭，因为我以前也是不敢就是把自己的假肢裸露出来，然后近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我这种乐观的态度是可以带给更多人的，所以我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穿搭的，然后穿了好看的裙子发到网上，大家看到之后，他们不是说要我加油，他们是觉得说这个女孩真酷，太酷了，但是我就收到很多私信和评论，嗯，包括别人跟我讲说自己的经历和我类似，但是他却不敢这样，勇敢地走在街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我们都是从自卑到自信，这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去跨越它。怎么去跨越它呢？就是凭借你一次又一次战胜困难的勇气。嗯。所以，即使身体有残缺，但要做精神上的强者。对。对吧？对。其实我能够看到佳佳今天上台在跟杨帆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个状态特别好，但是她在台上其实唯一顾忌的就是妈妈，我相信她内心里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妈妈会自责，但是我想作为妈妈她一定会从内心里会觉得说孩子小我没有照顾好，但是我觉得大可不必，尤其是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份经历之后，才让我们能够看到舞台上的杨佳特别的阳光，特别的坚强，特别的懂事儿，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她会说我不输别人，他特别，你在听他讲话的时候，他身上特别有那种川妹子的那种泼辣劲儿，是吧？我会给我自己人生定目标，定好了目标，我会照着目标一步步很好的去完成。而且正是因为你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不可限量，你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明天。所以我想，佳佳妈妈一定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有更多的愧疚和自责，只有您能够更坦诚地面对女儿的时候，才会给女儿带来更多的力量。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谢谢方老师。因为今天妈妈来现场，就爸爸没有来嘛。就是我在上台之前有收到爸爸的一条微信，就他跟我说，就很简单的，他发了一个语音说，我这次不能陪你来，但是你要加油，就这句简单的话我们平时都不会说，今天听到了很感动，就和妈妈说这些年来你很加油，我也一样的在加油，就以后我也会给你更好的生活。多棒的女人啊，加油。此刻的季俊杰离最终的胜利还有一步之遥，因为还有最后一位选手可以登台，你看一下二选一，深藏不露的关键词，平淡的关键词，这样，弟弟，最后一轮，两个提示信息我都给你展示一下，你再来做选择，好吗？好。深藏不露。尖。平淡的关键词。To leave me。哎呦。算了，那个是猫吗？我都听出来了，有点像。嗯，我觉得这两个听声音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平淡的话，我始终他这个两个字，我就觉得今天跟我有一点，好像跟我有一点太相似了。我就少来，你就觉得人唱得好呗？你不想选人家，你这实话实说有那么难吗？就是怕压力太大。江涛老师。他这个选择可以吗？可以可以，别说你了，江涛老师也得选这个。祝你好运，好吧？来，还是有请到我们的擂主区就坐。挑战继续，让我们有请今晚最后一位选手出场。你好，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李占哲，今年67岁。来自北京。
我差点上来说大哥你好，啊，这叫叔叔了啊，67岁了，叫大哥也可以啊，那是非常年轻啊，而且这着装也很有特点，一身运动装，所以我问一下，这个李大哥，这您是运动员吗？我是业余马拉松运动员。哦，马拉松运动员是业余的。哦，那也厉害了，这跑马拉松多少年了？跑马拉松将近40年了。啊？跑马拉松40年了？将近40年了。哎呦，那是从大概这是20多岁开始跑的，对，我是从1982年参加的第二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当时呢一共才有200多个运动员参赛。是吧？所以那时候也是个稀罕事儿，很多人都想参加，但是还没有资格，所以我那时候是作为业余高手参加的，这个马拉松赛。参赛的人虽然不多，但是观众有20-30万人，走上长安街头为你们加油，为我们加油。另外当时是警车开道，是吧？这个场面还是挺那82年的。起点终点分别在哪儿呢？82年起点是在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啊，完了跑到长安街，完了再绕回去。在观众群里呢，也发现了我老婆和儿子也在边上给我加油。啊，所以我当时也挺激动的，我说得给老婆，更得卖力表现了，得表现一下。当时取得什么成绩？当时我是第一次马拉松是2小时46分完赛。就是现在业余里面是也算比较好的成绩了。那这马拉松40年的经历，您都取得过哪些成绩？就是我在第5届全国运动会上，就是跑出的2小时35分这成绩呢，整个大排行呢是排在第35名。62岁的时候呢，完成了世界马拉松的大满贯赛，就是6大满贯，我也是咱们中国第6位完成6大满贯的选手。哇，那太厉害了！所以在60岁组以上呢，我是咱们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选手当中。哇，很努力，第一嘛。这叔叔，你看一下就变叔叔了，大哥。这个就是6大满贯的奖章。哦，这个所以叫……这奖章就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满贯嘛，所以它也叫6星奖章。这应该是就是马拉松界最高荣誉，最高荣誉了。这也叫就是像这个东京、波士顿、伦敦，对，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巴黎吗？不是巴黎，伦敦、柏林、芝加哥、柏林、Chicago、芝加哥、纽约。对，我是60岁去跑，62岁完成。因为你这个距离都是比较远嘛，所以你要经过一些准备啊，各方面还要报名啊。他6大满贯赛有个报名成绩，你要达不到的话，他不会让你参赛的。所以体现出你本身运动员的实力。叔叔本身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您我是这个经营公司，也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就是跟体育其实一点都不沾边，这完全就是您的爱好。完全就是我的业余爱好。为什么那么喜欢跑步呢？就是跑步呢，就是那时候我从12、13岁开始呢，那时候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呢我就是每天早上起来追公共汽车跑，然后一跑就是好多年。跑步是玩啊。然后等到15、16岁的时候就去当兵，当兵呢就是一直就是坚持跑步嘛。所以由于我这些年跑马拉松的业余比较成绩比较突出嘛，2008年我还当选了北京奥运火炬手。哎呀，是吗？这是在哪个城市呢？这是在岳阳啊，湖南。在湖南。湖南岳阳。这个火炬我现在还保持在留在家里作为一个纪念。为什么提倡全民运动呢？真的是运动可以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年轻，而且跑步啊，就是我个人的最直观的感受是，它对于唱歌的影响来讲，那就是肺活量的提升，对吧？我还有第二大爱好就是唱歌。我小学在北京师大实验小学的时候呢，我就被学校的音乐老师选为了合唱团的领唱。而且呢还加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友谊合唱团。那个时候能考上那个团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中国和俄罗斯学生交流，让我唱了一首俄语歌。我至今都没忘那首歌，你看我别的歌都忘了，就这首俄语歌我还能用原文来演唱，是吧？所以就证明有音乐，心中呢还是有音乐梦。另外我的肺活量呢通过跑步呢也增强了很多。所以今天上到舞台上呢，我也今生呢能站在越战越勇的这么大的舞台上，当着这么专业的评委，我能唱上一首歌，我觉得就足以了，是吧？哎呦，谢谢，谢谢李叔叔，足以。这个词儿说的我
多感动！今生我能站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唱一首歌，足以足以了。因为今年67岁了嘛，不可能回到从前，这是不可能的。没事，68岁也可以再来。特别好，而且这个实话实说，就在我们舞台上，真的，多大年龄段的人都有。但是现在这个记录就是90几岁啊，还没有破百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有100岁老人，你上来挑战我们舞台也会有。而且这些上了年纪的好多人，就不是我们传统的印象，就是老态龙钟，好像是中国的老人到了那个年纪，好像就怎么样了。现在真是一个比一个年轻。对，一定要就是心态一定要好。没错，就是人老了以后啊，特别记住的一个词儿叫知足常乐，就是任何时候不要去牵强的想得到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为此而烦恼，那是没必要的。说得太好了，我记得上学期间老师就讲过一句话，叫文体不分家。所以接下来我就想看看啊，这个6个大满贯的得主啊，李叔叔，这个现在肺活量练得怎么样？对于他唱歌有什么样的帮助？我当一个科研项目好好来欣赏一下。准备好了吗？好，准备好了，献丑了啊！请开始您的表演。好，加油！谢谢。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剑，风雨多情的陪伴，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花。做人何惧艰险，豪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汉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谢谢李战哲李叔叔的演唱。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请回擂主，有请季俊杰。最后一轮的投票，首先有请评委方琼。那今天我觉得从唱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更喜欢俊杰带给我们的这首歌，他表现更完整一些。也希望叔叔身体健康，继续努力。李大哥，这个歌难度比较大，音域比较宽，正好你有些有点不是特别能驾驭住。这个歌要唱得更加震撼，要有穿透力，要更通透。你这个正好在上音上咽部啊，我们口腔咽部，你有点把闭住了，在粘贴就这样了，不要打开，那样的哗声音才能出来。你来今天来对了，回去一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良性循环。今天不在于这一票啊。那在今天这一轮呢，这个我会把这个反对票这个投给李大哥，但是希望李大哥将来能够健康开心快乐的生活，好吗？谢谢你。结果出来了，今晚越战越勇的冠军是季俊杰。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评委代表祖海老师为我们的冠军颁奖。静姐你好，希望今天这个舞台，成为你歌唱事业的起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加油！谢谢，谢谢祖海老师，也谢谢今天所有登台挑战的选手，更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五位评委。六号选手，抱歉，希望你继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下一次登台圆梦的就是你。可能其他选手想选一些比较有特色特点，我过于平淡了，所以没人选我。哎，没事儿，我再努努力，下次换一个标签再来呗。